李玟2011年与大16岁加拿大富商 Bruce 结婚，两个在一起8年，然后我们是其实真的是一见钟情。耗资6亿的世纪婚礼引起全球关注，李玟婚后也将老公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视如己出。Bruce 是唯一一个男生我妈妈喜欢，唯一啊，唯一的。为什么？他看到我这么快乐，他也接受了，然后再加上 Bruce 是一个，他真的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人品很好，人品很好，人很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很信任 Bruce， 他是个好人，他不会害我。对李玟来说，布鲁斯异父异夫也是唯一一个妈妈认可的男生。为了爱情，李玟愿意牺牲工作，特地空出时间只为陪伴老公。有时候要飞来飞去，那比如说他要飞去纽约，那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当然就是把我的时间，我的 schedule 是安排尽量我可以陪他一起飞来飞去，因为他希望我在他身边。那我在他身边，他比较开心一些。那可能我就可能要牺牲我的工作，或者牺牲我家人，那就陪着他，照顾他。一直希望有自己宝宝的李玟，尝试了9次人工受孕。2017年，李玟一度以为怀孕，没想到却换来一场空。那时就想象关于孩子的事，后来确定没有怀孕，大哭了。一直给人婚姻幸福形象的李玟，近年来却屡次传出婚变。能不能回到过去呢？过去那种快乐，狂热和爱着。布鲁斯被曝婚后偷吃嫩妹，3度婚内出轨，两个继女却都站在爸爸那边，让他感到孤立无助。李玟在去年底搬出了爱巢，与此同时，李玟的健康也出状况，一度暴瘦到剩下42.3公斤。爱和信念是我最喜欢的两个词，我一直深深地铭记在心中。这两个词可以让我们来度过这艰难的一年。我担心太多，我的快乐不为谁。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我都一直隐藏。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叫缺憾吗？缺陷。今年初，李玟揭露自己天生左腿有缺陷，并准备进行骨盆与大腿的手术。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然后我每一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痛，所以大家走的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这时外界才知道，李玟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单脚支撑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从没有透露半点微言。做完手术之后我不会走路，所以我会害怕，我也害怕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有可能会走不了路，有可能跳不到舞蹈，我有可能跳不到舞，所以我会暂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 everyday 我都尽量去 live my life， do my best，就算是一个挑战，就算是有困难的 ，But I try my best， 我去忍受。是你战胜了，我啥都不怕，什么都准备好了。1、2、3，你走边啲啫。系啦，系啦，少少。我哋当呢个系 warm up。李玟开刀返家后，努力练习走路，更高喊自己是女战士。
warrior, baby. Female warrior. 战士，女战士。说声对不起，用错方式去爱你。 That has overcame a lot of things, and I'm still standing, and I'm here to, you know, hopefully inspire all women, all girls, that you have inner strength, and you just have to believe in yourself.And love yourself, know your worth, and go for it. 今年二月，李玟在情人节前夕推出新歌。在微博写下，离开是最好的安排。It's too late for I love you best. 爱情走到这里，一个词 tragic， 让外界推测是在形容与老公的婚姻关系。一直给予大家正能量的天后李玟，如今却传出逝世享年48岁。二姐证实李玟长期饱受抑郁症所苦，李玟最后眼神变得空洞。更有知情人士透露，李玟半年前罹患乳癌，甚至隐瞒妈妈独自抗癌。当时她一个人进医院，丈夫却独自旅游，令她直呼真的很痛心，为什么那么傻？我爱了。2023年原本是 Coco 出道30周年。李玟一直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为华语歌手在国际开拓一片新天地。即便逝世，但她的光芒永垂不朽。跨越时空，是你留下的爱，我离不开，带着昨天挥手告别。